然后赵少康呢，他其实哈、哦、他在论理的点，除了说啊我很爱美国啊，我能永不过回忆哇、啊、吼、哦，他还要说一些什么哈、哦？来，我们来看哈、哦，他说呢，因为哈、哦、台湾人真的很爱吃内脏啊哈、哦，那有医生指出说哈、哦，一天要喝六碗猪肝汤就会超过。欸，在座有没有人有经验一天喝超过六碗猪肝汤的？我先请教一下，有的举手。没有嘛，吼，我个弟嘛没有这个经验啦，吼。然后他说呢，吼，台湾去年进口内脏就多达6000多公吨，吼，那杂碎有20000多公吨，那是吼可以来包水饺、做肉包、做丸啊、做肉羹，吼，根本就分不出来到底有没有含来剂，吼。一般人可能不会有一些影响，可是他说，吼，啊，你乃是对孕妇嘞、对高血压嘞、对心血管疾病这一些患者，吼，是不是健康上面就有疑虑呢？所以他问，哈，为什么民进党啊，哈，执政党非要进口？不可，是不是置台湾人的健康于不顾哈？那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代表哈，是反方代表李纯，他说：“哎，台湾哦，你公摊北的啊，进口猪哈已经很少了，进口的美猪又更少哈，所以他说比日本压缩机还要稀少了哈。然后呢，而且啊，开放来牛已经是9年的时间了哈啊。”是马总统那时候开放的嘛，一直到现在哈、哦、9年都没有吃出什么样的问题。那现在在讲说哦，那个猪肉有多毒有多毒，要怎么样来解释？其实如果说吃六碗这个猪肝汤哈、哦，我不晓得，可能有些我们的女性朋友啦哈、哦，在这个坐月子的过程当中，可能猪肝汤会多吃一些。但是以我太太的经验，她吃一碗都吃不完，都要我帮她吃。好、哦，六碗其实还真的是很困难。即便你是在坐月子的状态，需要吃比较多的一些猪肝。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科学问题。猪肝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哦，我自己的经验，猪肝就是要买新鲜的，是不是？对，你那些冷冻冷冻的话没有办法，可能会苍苍，它就没有办法说，因为我们吃猪肝它可能会糊糊的一种感觉，苍苍糊糊就不好吃、哦，口感就不好了。对，其实，在台湾的习惯确实，猪肝汤的部分大部分，尤其是内脏啦，大部分的人喜欢吃是温体猪。好，或者是说，当天现宰的等等的这一类的，不太可能会买那种进口的，然后冷冻很久的。那我觉得这个来猪其实也是科学问题啦，哈。就是到了今天为止，到底台湾有多少人吃到来猪，到底有没有？其实我们最近，因为我的选区最近都在选举了哈，也有罢免案，然后又有补选的问题。我们时常在座谈会，座谈会的时候，我们时常还问乡亲，哎、欸，啊，很丢很乡亲呐，啊，到底有谁去吃到来猪的有啊无？啊，拢无人举手呢。嗯，啊，但是来牛有人吃到无？大家都唔知要牙手啊，卖牙手，因为拄啊赵少康讲的，迄、那个 Costco 内底有无？迄、嗯、就是足侪美牛，啊，美牛内底有来牛无？啊，其实大家嘛唔知道，其实内底有啦。我拍摄讲啊哈，其实你有时候去吃那个火锅啊哈啊，有些吃到把它给你选择，你可以选择澳洲牛，或者是吃美国牛哈。然后呢、嗯，算完一片之后，你就知道你下一盘要点什么、啊。而且美国牛还比较贵。大家都喜欢吃美国牛，因为那个菜单上面有没有美国牛的价格的是比澳洲牛更加贵啊。大家拢讲美国牛，啊嘛讲高年啊，讲高档啊。啊，都在讲什么？欸，高血压啦，孕妇啦，奇怪，这九年你像台湾也没有人吃出问题。那最近在我们那里，朱立伦跑到台中去说啊，这有这消敌压吧？欸，很奇怪耶，美国的牛也没有起效啊，美国的猪很像也没有起效啊，都会有消敌压吧？到底台湾当时进口消敌压吧？好，大家讲，所以其实这根本就是个假的议题嘛，就是说。这是个医学上面的议题，也是个贸易上面的议题。我们可以用专业来讨论。我们上一题在讨论的合适，其实是科学的议题，大家可以用科学来讨论。但是很不幸的是，现在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领衔人也好，在提案的人在讲到这次的公投，其实大家都不就科学来讲，讲到来猪就讲说啊，那个是消敌压吧？啊，嘉瑞刚刚也提笑一种尴尬。我觉得这完全是跳脱了一般医生对于医学的概念。果然是。中国康哈，他有些讲说，哎、欸，中国也没有开放来猪啊。可是他没有讲的是，早在川普跟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中国就 promise 他在未来要在第一阶段贸易层就承诺说要未来要开放2000亿的相关的，就两年内要开放，对，就是到其实第一阶段是到明年的这个明年的一月份。那在农产品当中也会去检讨来猪的开放。哦，那如果连中国都要检讨要这种所谓还美猪当中还有莱克波安的这个猪，就莱猪的开放的时候，那有一天如果中国开放了，我不晓得赵康你怎么面对祖国哦，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你这样一路下来，你会看到说，当你拿国际的这种标准，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个开放与否的状况来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台湾其实第一
哦，如果你不去做开放，你已经落后了其他国家很多。第二就是我常常在讲的，你不按照国际标准，你就会不断的被国际社会质疑，你到底有没有心要依照国际标准来进入或参与国际贸易。李纯昨天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感同身受。他说台湾已经连续两次公投，去用公投的方式去否决本来具有国际标准或科学根据的相关的开放议题，比如说最新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福岛食品的问题等等。那如果这次莱猪再做第三次，我觉得不是只有美国会看在眼里，国际社会也都会整个国际社会看在眼里，说你台湾完完全全就被这些深蓝的所谓战斗蓝的这种所谓的民粹来做绑架，而完全无故于科学根据，完全无故于国际标准，而只想着猪肝汤。我觉得这个还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觉得难过的状况。